装水鞋。这就是天湖吗？白来了，白茫茫一片，啥也看不到。啥也没看到，车还坏了。爆装备了，下山的时候爆装备了。这个东西带不回去了，送给有缘人了。再也不摩旅了，好冷啊。这么长的钉，这个汽水不是很好放，你一换掉了。三块拔出来了，到这还折，是不是短一点？